Hello， 大家好，我是傅鹏，我今天带大家来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之前做过很多很多很多的 SPA， 大家记得吗？但是唯一一个没有做过的就是海蓝知名的 SPA， 怎么可以没有做过？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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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进来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鱼缸，这个鱼缸多少钱？我想知道具体的数字。大概就是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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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这样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妈呀，就是这个，这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海蓝之谜的一个系列。它其实里面是这样的，凹进去的，我已经要用到这样反手抠的程度了。哎，我今天是在做 SPA 的。是的，那我这边请。啊，我要上来喽。哎呦我妈呀！大姐曝光了，铁子。我绝对是那种一秒钟就睡着的顾客。现在呢，会用到我们的一个喷雾，帮您进行一个舒缓放松。跟着我深呼吸，吸气，呼气。现在用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个焕肤水，那现在帮您用到的也非常的轻柔，像海浪一样。是的，接下来用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款镇店之宝，我们的神奇面霜哦。对，眼睛就睁开了。搭配我们的一个万能浴盐油，我们的一款精华油呢，加在一起进行一个按摩，吸收力会更加好。好，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在这一趴睡觉了。接下来呢，会用到我们的一个眼部精华哦。是一个爽肤水，这个是一个二次清洁水，是我们的焕肤水。天哪，别擦了啊！别擦了，别擦！我脸上现在都是神奇面霜，我心痛啊！不要心痛，待会儿会帮您敷到厚厚的啊。这个是一个阴差唤醒的，现在要唤醒我的身体了，是吗？对。可以感受到声音在震动了，好有仪式感哦。特别有仪式感，对吗？啊，救救我！
然后现在呢，我会帮你做一个技术护肤，今天就是帮你体验到的全套的乳精系列啊、现在像那个皇帝，你知道吗？有一种那种皇帝在选妃，他拿一个那个牌子给我来选妃一样的感觉。Oh my god！ 那这个今天晚上都给我用一下吧。好的，帮你打包啊。现在我帮你试用啊，先试用一下我们的一个流金水啊，可以充分的帮你补充水分，而且在保湿修护的基础上呢，多了一个全效抗老的一个作用。现在这一款呢，就是帮你试用一下我们的流金精华哦。这款精华的话呢，它是被称作是精华中的爱马仕哦。这款呢是我们的流金眼霜啊，我跟你讲这个，我这个按摩的这个小居居不见了，真的，你们柜台有多的吗？我待会儿，像一个小熨斗一样的，可以改善眼部的所有的干纹啊、细纹啊，包括您的法令纹和表情纹都可以哦。接下来呢，就是洗碗一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我最喜欢的。哎、是的，就是很多顾客都非常喜欢的一款我们的流金晚霜哦。反正我晚上用它的时候是很舒服，就是一整天，白天起来也不会干的。是的。但也是真的还蛮贵。它是物有所值啊。物有所值。啊，现在可以再吃一个海鲜。真完美，很肥。那我们的皮肤呢？看一下我的皮肤，真的很舒服，好柔软。现在就是又紧，紧致的同时的话呢，然后你又可以感受到你的皮肤是那种很软弹的这种触感。你要不要摸一下？我叫你摸，你真的摸？哎，真的摸我一下，开玩笑。你知道你今天睡觉的时候，你睡觉了多少钱的东西吗？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讲，我从那个他开始上面霜那一下开始，我就已经昏迷了。用了多少钱？用了30多万。不信，不可能，真的假的？真的。那我现在是一张30万的恢复脸。拜拜。现在稍微来补一下我的妆。有点频闪哦，感觉没关系，我们适应一下，就频闪的时候就你这样子就不闪了。不要钱的，乖妞。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差不多就补完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这一次 SPA 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多人还是会去可能在实体店里去购买一些比较贵的一些产品，而不是去找一些代购。尽管说网上有很多很便宜啊这种东西，但确实实体店的一个购物体验和在网上的一个购物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实体店它有很多的一个附赠的一个价值，有服务啊，你可以确实感受到产品的质地啊，然后包括像这种只有你来到线下购买才能够做的这种 SPA 啊，它其实都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更好的了解你喜欢的一个品牌的这个文化。就如果你是真的喜欢一个牌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实体店去进行一些这种购买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还是很有必要的，特别好。好，可以了。哦，这个系列就只有这4个，对吧？是的。